牛先生结婚同老婆搬咗入新屋，但系十年后新楼变旧楼，屋企漏水、墙纸发毛等等问题通通出现。眼见唔少朋友遇上烂尾嘅装修工程，同埋海鲜价嘅装修费用，一谂起装修，侯先生就好头痛，好多问题。装修究竟要唔要揾设计师设计家居？究竟边度可以揾到持牌嘅水电师傅？网上搜寻结果又花多眼乱，广告千篇一律。最终遇到唔好嘅装修公司，中伏之余仲潜在不保。唔通喺香港就揾唔到又平又高质素嘅装修公司？咦？等等，等我到底先。好彩侯先生一开始就揾咗 Easy House 装修配对平台，免费为佢哋配对出最适合预算同埋设计风格嘅装修公司，轻松完成装修。想知 Easy House 点样帮到侯先生？下集待续。有兴趣了解 Easy House 嘅服务，或者想揾 Easy House 帮手配对，就可以上到 www.easyhouse.com.hk。